里呢？八戒、悟空，无忌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帅哥八戒。怎么会出现呢？两位八戒呢？哦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哦哦，两位肚子都会这么大，胖胖的，都是好搞笑的。帅哥也说，师傅他是假的，他是假的，两位都是假的，怎么算怎么办？不用再打了，悟空沙僧想个办法好不好？哦，两位一起告师傅啊，让我们的师傅也头痛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沙僧忽然想起了一个办法，师父，你让我来，我来给你处理，给你一个提议。哦，沙僧忽然请来了一位美女，美女到了，好，来了，美女。大家也知道，猪八戒看到美女会怎样呢？怎样呢？哦，流口水哦。然后我们的悟空也开始发现了，这位是假的八戒。哦，是不是？把他带到师傅前面，让师傅来处罚他。师傅说：“悟空，放过他一马吧。”放过他了，放过他了，不用再打了，不用再打了。然后我们的假八戒也归于师傅。愿意跟着师父到西方求经。原来这一位假的八戒是一位在天上的神仙被他下地下变成猪精。OK， 我们掌声给我们唐三僧是师徒，师父也向来宾祝贺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大发财。以下就是唐三僧师父所为他准备的一首祝贺新年歌曲。我的好兄弟，新年版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大家请拍手吧。
在这美丽春天，各种鲜花开满园，齐来同去春，蝴蝶双双舞翩翩，龙柳花开笑盈盈，齐来祝贺新年到，齐来贺喜你，好景继续来。幸福的一天，大众欢乐轻扬扬。好，有请师傅同台下给大家合照。空中隆起，万母听歌笑盈盈，齐来祝贺新年到，热情共欢赏，齐声歌声碎，朋友人人共说。生年次，年月带你再相见，一般不离。朋友共聚大众，分享今年春天很欢乐，一起歌颂，恭喜发大财。大家齐拍手。朋友。谢谢我们唐三省师傅，感谢您。